爬半天，发现爬错山了，我们迷路了，有点丢人，完了，你等我转到中。嗨，睡觉呢？打扰了。尴尬的一下，不，我不尴尬。好啊，现在开始有点爬山的感觉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。用思考思考，到底是爬呢还是不爬呢？这是个问题，意思一下。好的，290米。哎呦呀，这老腰啊！走吧。哎，好像这波有点丢人，完了。我更丢人。真的，那头海的那边有一个小精灵。我觉得象征性的就堆两个吧。这条道叫风景很好的山道，那边有个望远镜，去瞅瞅。Let's go。看看，能看到是能看到的，看得很清楚，但就是这个摄像机前面拍不出来。好了，失败了，反正就是我的眼睛能看得很清楚，算是带你们一起爬山了啊。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没想到啊，真的是没想到啊。但风景是真的好看，可不，嘿，嘿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找到回家的路了。吃饭去。哒哒，这不爬完山得来碗美美的抻面吗？哈哈哈哈，我来喽。最后一个石头剪刀布，上去吃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一个牛肉面，一个吃不下了。加油。